好比恁逐年拢有三届港里站下乡考照的机会，袂少民众甲学子是感觉真方便。即马已经是年底，校官下乡考照报名嘛将要开放。彰化县议员林根仁就呼吁要考照的民众，请两早准备相关的文件，赶紧来报名。因为校官只有一届提出，每届报名拢是马上就压满了。今年考驾照证书已经无同款，以往拢是考到驾照了后进行答案公示。目前已经改做考照进程，就必须先更新。考照学子需要预先做准备。要甲咱和平区所有的乡亲来报告吼，咱即届的2009年度咱的寒假下乡机车考照呢，已经开始要来报名吼。咱林根仁服务处林家呢，一年拢有办三梯次的机车考照，咱暑期呢有办两梯次迄个寒假呢有办一梯次，即届呢预定伫咱2009年正月14吼，星期二要来伫咱和美武当宫的庙埕遐甲咱拜托咱监理站来要下乡考照，即咱伫报名处呢，伫咱林根仁服务处这边吼，十二月初二开始报名，即届嘛要甲乡亲来报告吼，咱因为监理站呢下乡考照。拢名额有甲咱限制吼，差不多伫100-150名内底尔吼，所以当天应该着拢吼秒杀报名截止吼，希望咱遮乡亲若有需要，咱的子弟若准去外地读册拄着即届的寒假呢，咱会用紧来甲报名吼，咱若准平常报名要练习的时间呢，嘛伫咱武当宫的庙埕吼，要甲咱遮乡亲来报告，因为庙边呢，一寡居民呢，嘛有咧讲吼，欢迎大家来练习。但是呢，时间呢，伫咱透早9点至暗时5点吼，就来结束。因为你若准伤晚呢，厝边隔壁已经吵着，要甲咱遮乡亲士大来报告，要来嘛来先预祝咱遮考生呢，拢会用呢顺利来得到咱的考照。住伫河边的大学生张东二就表示。何必到花旦，阁有一段距离，会当伫家己兜附近考驾照，至少安全真多。我现在大一，然后因为去年就是考暑假的时候还就是年纪还没有到，就还不能考驾照。然后现在我都骑电动自行车。那有这个下乡考照的话，就让我不用跑那么远到花坛去考驾照。要报名民众会记你准备相关文书资料，尤其是身份证或者是驾照等等证件，只需要早影本就会使。林根仁议员嘛提醒学子，骑机车的时阵一定要注意交通规则甲安全，因为生命只有一届。新竹华新闻李炳宏、何美采访报道。